好了。很碎碎的一天。Hello，刚才就是今天就是去了一下诊所，然后去看了一下医生，现在就转到这种我们家没有很远的一个小商场，然后我想过来看一下。Lululemon 有一个小包包，毛毛的那个小包包，我很喜欢。我看到网上有人发，所以我想去看一下，顺便再去，看看，Chanel 的有个，我买了一个他那个冬秋冬的那个眼影盘，然后我想看一下他那个口红，所以就顺便出来逛一下吧。好久没有出来外面了，商场还挺多人的。看我的背景应该可以看得出很多人，但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刚才诊所的前台跟我说，从昨天开始，多伦多就是完全开放，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说你可以不戴口罩，你可以所有的以前不能去面，就是当面做的事情，现在全部都重新开放，并且呢，如果你确诊了，你可以不报备，你可以不休息。完全任你自己决定。然后海关那边的话，我看新闻也是完全可以不要任何疫苗的证，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就可以到加拿大来了。啊，我们彻底放飞自我了。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这个商场装修的时候还可以。这家有露露的门吗？啊，有有有，我就记得它有露露的门。好啦，我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去看小包包。最后决定要这个颜色，然后让那个人帮我把这个 tag 也剪下来了。现在让婷姐给我们背起来展示一下，把它放长一点点。因为我的衣服多数是黑色，所以我本来想买黑色的，还是放弃了。啊，很可爱，这个很可爱。还是可爱的，虽然这种东西有点淘宝随时可以买到的感觉，但是我等不及淘宝配送，就 Lululemon 啦。好啦，小包包买完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去看一下 Chanel 的那个，我看看这边这个店有没有那个 Chanel 的柜，因为它这个店可以积分买 Chanel， 所以就比较划算。往这里还有。哇，这指甲店好多人呐、啊！我们来这家，这个是我们的连锁的药妆店。哎，这家。这家没有圣奈尔。没有啊。嗯，他没有那个圣奈尔的那个。好可惜，这家药妆店没有 Chanel 的这个专，就是柜台，那这边就找不到了。这家 L'Occitane 它加拿大分店分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了。这个是我们的国民品牌 Roots。都是休闲服。这是 Zara。好啦，我们来买面包。我要吃这个芝士提子南瓜面包。
边拿着好了。芋头包要不要吃？芋头包。对啊。啊。妈呀，它这个门也，哦，这个门稍微好一点。这些是什么？素米包、叉烧包、鸡包，这是，这也是芋头包。哦，芝士肠仔包。绿茶蜜豆麻薯包，这肯定是婷姐的最爱啦。还有啥？香草奶黄包要不要？可以。香草奶黄包，甜的。还有红豆包。红豆包在这儿。他的队伍一直在那边，他外面还有蛋糕。看一下这个蛋糕跟马卡龙。蛋糕长得还蛮漂亮的，杏仁酥条。好啦，我们接下来准备珍珠奶茶，但是呢，这里是幸福堂，这个是 Urban Cova 是什么东西啊？也是一个奶茶店，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幸福堂吧，幸福堂比较靠谱。喝啥？幸福堂喝什么？原味的珍珠奶茶吗？哇，家里面有一点点暗，我把这个应该是芋头包吧，好像。哦，这不是芋头包，这是南瓜包。芋头包是那个小的，南瓜包把它切开了，我吃一口。里面有南瓜泥，真的有点酸奶的感觉。还蛮好吃的。Hello， 今天我有一点小小的郁闷，今天是有一点碎碎的一天，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大概六七点钟，我发了一个小红书的那个笔记，是关于前一阵子呢，我去跟大家一起去打猎，然后就是打那个 Canada Goose， 就是那个大雁，然后结果呢，我就剪了一个很短很短，大概一分钟不到的一个小短片，都是片段来的，结果我发了之后到九点钟查的时候，小红书平台就把它给下架了，它违规，然后我心都在滴血，我觉得说好不容易就是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它竟然不准放，就是我估计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枪啊子弹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合就是境内的这个要求吧，但是我现在还在寻找答案之中，我希望就是还是可以放。那在 YouTube 上面其实我也是要放这个视频的，所以我今天还得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规则，尽量不要违规就好。然后呢，白天的时候我的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就是没有说大事啦，所以就算是有一点点不是很顺，但是又还好蛮幸运的，就是都不是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账号也还好好的，然后公司的工作呢也没有说就是不是一个很没有大碍的一个状况啊。好累啊。收到了虾虾，刚才开了这个巨酸巨辣，
那我放一点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酱油里面吧。这个柚子的那个酱汁还挺辣的。这就是今天准备吃的虾虾，是非常新鲜的虾，然后涮了40秒就拿出来了。我的测试版咸柠鸡翅现在已经煮了好久了，似乎是因为我的那个Canada Dry 放太多，所以它就超级无敌久都收不了汁，所以我现在已经打算要把它夹出来了。因为我刚刚这里咬了一小口，我觉得它是味道什么都进去了，我准备开始做我正式的鸡翅。Oh, oh, oh. Think you're some
好啦，我们到了这个 Delta Hotel， 然后是这个比赛。好啦，我们现在到这个酒店的比赛场地是在一个酒店，所以我们现在先找一个，找到这个场地拿了票之后就可以进去了。啊，好像看到了，看到我们要上去这个。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我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哇，今天一定要出师胜利。哇，然后我们就坐在里面看，你变很瘦哎、欸！哦，好，就整个这里都拖进去了。对。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排队进场。哎，我研究研究这个衣服多少钱？你排队啊？哦，好贵呀，900。900？啊，就上面那个。你说900块钱一个 bra 啊？然后就是全钻的900，不全钻的350。啊，超贵的，就是后面那个 bra 奖带钻的900，我的妈呀！哎呀。Thank you。哇，我又拿多了一个东西，我手上已经拿不下了。然后我现在，他们分发了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朋友拿了一个能量饮料，然后还发了一个牌牌。这个是个啥？哦，就是一个那个。反正不要钱的我都拿了。对，不要钱的我们都要拿。OK， 我们要进去了。哦，它里面是这样。我们又不能坐太后面，也不能坐太前面，因为要吃东西。他说里面不能吃很多。啊，里面不能吃啊！刚刚门口画了个牌，咱俩在。那现在我们就是在等这个东西开始，然后从4点多开始的话呢，是男生先开始比，然后我刚刚才发现他们白天就已经在比了，然后白天可能会有一些筛选，然后一直到现在4点钟之后的就是 final， 然后4点钟。现在其实已经4点过了，现在4:13了，然后可是还没有开始，然后观众呢还在陆陆续续入场，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看到男孩子的，然后男生的话据说也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呢就拭目以待吧。要站起来，要站起来了。哦，还要唱国歌。Athletes know how proud you are of them. We are about to award 16 pro cards tonight. Let's hear it for all of our athletes. We'll be kicking off tonight's evening with...好啦，我们现在出来先吃个东西，然后那个是炒面，今天做的这个咸宁鸡翅，但我觉得一般般，我还要再改进。然后外卖便当啊，
对吧？这都是熟的了，还可以。然后我强烈推荐萍姐炒的这个炒面，因为我没想到他会做的还可以。你这话被萍姐吃掉气死。我吃后面有的柠檬味，是不是有咸柠的味道？嗯、哇，越吃后面越有，是吧？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味道，是这个味吧？嗯，因为我喝了那个水嘛。嗯，我还给萍姐泡了那个咸柠汽，她觉得好喝吗？她觉得好喝，她觉得咸咸甜甜的。对对对。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他现在应该是中场男生全部比完了，然后人都在走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充电我的手机，为了女生。到吗？我正在充电，为了等一下女孩子比赛的时候我可以有的拍。我忽略了我的手机的电量，我真的非常迫切需要一个充电宝。我常常最近就出现说录东西录到一半然后就要充电了，哦，就是有一种紧张，该拍的没拍，压力好大。现在应该中场休息了之后，我们就期待女生的比赛吧。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